朋友们好，我是李医师。俗话说，小雪封地，大雪封河，小雪封田，大雪封船。这个时节，我们更要注意藏精补肾。冬天大家呢，都爱喝些热汤来驱寒保暖。李医师推荐一碗补肾强骨的排骨汤，好喝又养人，每周喝一到两次呢，好处多多，一般人群都可以喝。尤其适合肾虚乏力的人。我们用到排骨、玉米、黄金、虫草花。做法呢，首先排骨焯水后加冷水，放入适量的黄金冻煮30分钟，再放入切成段的玉米，一小把虫草花，冻至玉米熟了，出锅前加一点盐调味即可。它的功效呢，虫草花益肺补肾，提高免疫力，还不容易上火。黄金药食同源，滋补脾肺肾三脏之精，长期服用呢，可以补充阴液，使皮肤润泽。猪排骨偏阴凉，玉米呢健脾润精止渴，还有利湿的作用。但需要注意，糖尿病人呢每餐放半个玉米即可，每人每天黄金用量不宜超过30克。除了李医师推荐的这碗汤，冬天还要常吃三个补肾的宝贝。第一，栗子。栗子被称为肾之果，现在吃它正应季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栗子呢厚肠胃，补肾气，令人耐饥。栗子生吃强于补肾，补腰脚，熟吃补脾胃更强，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干果。有一个补肾气的养生吃法，就是嚼生栗子，细细慢嚼和唾液一起吞咽下去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栗子不宜多吃，每天吃5-10颗即可，吃太多容易不消化，会给肠胃增加负担。第二，核桃。核桃味甘性温，有补肾益精、温补肺肾、润肠通便、安神健脑的作用。中老年人常吃核桃，还有助于保护血管、抗衰老。核桃油脂丰富，每天吃2颗即可，可以把它磨碎，放在粥里、牛奶里，搅拌一起吃。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呢，也适合。第三，黑豆。黑豆被称为豆中之王，是药食两用的佳品。它性平，味甘，归心脾肾经，具有调中下气、益阴补肾、补血明目、除湿利水的作用。有一个很适合这个季节的食疗小方，醋爆黑豆，有活血补肾的作用。做法呢，黑豆蒸熟或者炒熟，加入老陈醋泡至4-5天，每天吃一小勺10粒左右即可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看完今天的内容，可以帮李医师点赞分享本视频，并点亮视频下方的小铃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